姥姥，你哪里弄的豆腐这么小啊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这是猪脑子，做起来可香了。这玩意也能好吃？我把这石子都吃了。臭小子，今天就让你尝尝猪脑子什么味道。姥姥，你做猪脑削竹筒干嘛？你不打，姥姥自有妙用。哎，得了吧，我都不想打击你。姥姥，这就能吃了吗？急什么？关键部分还没到嘞。嗯，姥姥，这好香啊！我要吃三个。你等着，马上就好。喜欢姥姥的，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啊！呀，快来尝尝姥姥做的猪脑。嗯，姥姥，跟姜黄黄的好好吃啊。好吃吧？姥姥下次还给你做。好。